大家好，我是姜玉平，我还想围绕着郭文贵这个案件啊，再谈这个两点。这两点呢，目前都被网上的一些舆论所忽视。一个是什么呢？郭文贵先生啊，在这篇这个视频当中啊，一再讲到他收到了许多人呢，给他提供的有关习近平啊家人腐败的问题。我想他这些材料很可能是这个除了以前网上所流传的习近平的姐夫做生意啊那个之外的，可能有一些人给他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也可能是这方面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他是在那边故意的渲染。但不管怎么样，就是郭文贵啊，他的性格特点已经由他的多个视频，这个展示在这个大家面前。也就是说呢，就像我在以前的视频讲的那样，郭文贵永远都能够引导人们啊，按照他的这个语言之眼的方向啊，往前走。也就是说，他提供这些东西啊，往往未必是全部是事实，而是他希望人们知道的东西。我们可以比照一些细节啊，去仔细的观察，就能看出我这里也并不是在这随便乱说。那么，这个郭文贵在谈论这个官场的一些黑幕的时候啊，在整个视频当中曾经啊，这个中断了几次啊，这个他的助手呢，给他的这个两次啊递交了这个一些纸条或者是信件。但是这两次啊，我们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内容，但是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我是注意到了，他收到这个纸条之后啊，他马上就大肆赞扬一番这个习近平，啊，说习近平如何如何的好啊，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他的助手在提示他。就是不要把话讲得太绝，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了，习近平不是习近平啊，可能这个下派的啊，也可能是习近平这个团队下来的这样一个谈判小组，就是劝返小组啊，跟这个郭文贵啊，在纽约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博弈啊，这个商谈呢，最后归于破裂，他老领导带领四个人已经离开了。这个是已经是一个，就是说，由郭文贵自己承认了。但是呢，现在看来，好像呢，那个他们还有一种就是回旋的余地，或者说，郭文贵还是存在着一丝，就是说，习近平及其团队啊，国内的这个警方啊，能对他让步这么一种幻想，所以他在这里还是，言不由衷的这个高度赞扬的这个习近平。我感觉啊。给人感觉就是还是在用这个来做条件，也就是说给习近平啊一个台阶下，仿佛说你如果说你还是在保护王岐山，那个不达到我提出那个归还我的资产1500亿等等那些条件的话，那么我就可能也爆你的料，啊，他这是给我这么一个感觉，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郭文贵先生啊，在不经意之间，给人的感觉是不经意啊，也可能是这个有意的，就是非常巧妙的精明的披露了一些啊，非常令人震撼的这个消息。你比如说，他说他2015年1月10日，就他儿子逃跑的时候啊，这个消息是由现任政局常委提供的，那就是说。按照中国的这个刑法呀，这个犯罪嫌疑人在被抓捕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人给他通风报信的话，那是一并惩处的，罪名就是包庇罪。那么这就有个新的问题，政治局常委当中，假定啊，这是郭文贵讲的是一个真的发生过的一个故事的话，那么政治局常委当中啊，有谁可能给他提供这个？信息，啊，给他通风报信，帮助他这个流亡海外。
那么最大的可能的这个人物啊，我认为啊，就应该是李克强。那李克强呢，这个是在1998年啊，这到了这个河南省担任省委啊副书记。那么在这前一年呢，光棍的这个生意啊，登上一层新的高度啊，就是他建了中原第一楼啊，裕达国贸，就在郑州啊建了这一个。名扬海内外的啊，星级酒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推测啊，这个李克强在河南工作期间啊，不可能不到这个裕达国贸去接待这个外宾也好，是接待同事也好，等等吧，就是那里啊，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易的场所，那么可以想见，就是龚贵和李克强也有交情，那么有交情。是一种什么交情？假如说李克强真的给他通风报信啊，让他的儿子赶快跑掉，那么就反证了李克强也有问题。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一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假定没有这个事情，就李克强是正直的，就和这个龚贵根本没有生意上的这个权钱交易的问题。也根本没有提供，就是让他跑的这个消息，完全是郭文贵啊，就编造的。那么，这个说明了什么呢？这个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郭文贵啊，用这个细节，故意的，就是这个离间，李克强和其他的中共领导人，也就是说，他想通过党内的官员的内斗，找到自己的最大的利益。这是我推测啊，就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有这个事儿，一个是没这个事儿。那么究竟有没有？我想只有郭文贵心里啊，这个最清楚。不过令人非常蹊跷的是啊，也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啊，就是郭文贵现在所做这一切，就指控这个王岐山这一切啊，在客观上肯定是帮着李克强，因为什么呢？长期以来啊，就是李克强。在中国人治理中国经济的过程当中啊，作为一个国务院总理啊，一直受到别人的这个批评。也就是说，以前号称那个李克强经济学啊，这刚开始很热，后来慢慢冷却下来。尤其是2015年的股灾啊，李克强判断失误，还有那个天津大爆炸，这个李克强这个裹足不前呐。啊，非常畏惧，不敢到现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都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也就是说，很多舆论在猜测，就是王岐山有可能留任十九大，然后呢取代李克强。那么李克强呢，可能另有安排，或许还有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个发生。不管怎么样，郭文贵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说揭开这个。大贪官哈、啊，什么盗国贼，也就是说，郭文贵所称的啊，这些名声很坏啊，这个伪装的很这个狡猾的这个贪官王岐山，那实际上是帮助了李克强。那么从这点看，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更多的因素的可能，李克强还真的给这个郭文贵的儿子啊提供信息，让他逃跑。那么这件事情啊。就给中国这个未来的政治局势啊，增添了很多非常不强烈这个不确定的这个因素。也许呢，接下来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啊，会像这个薄熙来事件之前王立军这个逃往啊成都煤林馆一样啊，可能还有一连串这个爆炸性的新闻，这个也说不定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点这个想法，不一定正确。谢谢大家。